哎，我靠！谁随机啊？完了，好，一，一，一，好好好好好，一，一啊，我是 Old K， 我是四啊。我玩这个游戏每次都是八级不就很爽，每次都是王总，王总，王总给你们发红包了，你们不抢吗，兄弟们？四颗来一，直接来一首《带带鸟》，行。在这不在鹈鹕？你说我是鹈鹕，其实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是鹈鹕了，是吧？烧一下，这就只剩废物给后面呗啊！天，我也是，我也后面就废物。后面太惨了，纯废啊！不是你，哎呀，你继续在这。我是漏汁儿，八号是我，怎么没有包我？真的吗？我不信，哦、我才是漏汁。猴哥没有刀。OK， 猴哥是十一号，猴哥是侦探。不是漏汁，我王子倒过来写。修复广播，我是废物。OK。秀才嘴里喊着“我是肉鸡，我是肉鸡”，把谁刀了？我冲上去把秀才刀了，报的警儿。那肉鸡刀人了，说是刀完人往右跑，这肉鸡秀才哥抱着我是肉鸡，刀完人往右跑，我把秀才哥刀了，抱着脚过。奥德给浩特发言，我信猪猪公主，因为啥？因为我是看见了秀才哥跑的过程，但是没靠在他刀人的过程。但是秀才哥跑啊，那肯定不做好啊，对吧？猪猪公主是追上去刀的秀才哥，那么我前面、那我就能完全能脑补出当时的一个情况了。我信猪猪公主这是一把好刀，我是在下面那个凹槽左边电视机柜那站着，然后我看见刀人，哎，然后我就跑过去想准备报警，然后这时候猪猪公主自刀自爆了，所以说我信过。我在那个娱乐室拍案桌的左边站着，我是看到了秀哥到了一个猪猪上去补的那个秀哥那一刀，我是认这一刀的。那么还死了一个张牌，外桌位有一张太医，当时报警的时候我的视角里面我还能看到西恩姐从那个走廊上面下来，对吧？所以西恩姐可能不是，猪猪不是，耗子不是，外桌位的牌还有谁？还挺多，听你们聊过。我是在饭堂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有一波人，我只记得好像是有王爷红红的嘛，他最显眼，然后他还有一波人是往那个娱乐室上边走的，然后下边我当时是在娱乐室桌面的上边一点点，其实两个腿出现在那个菱形桌子的边上，然后猪猪公主也站在边上，但是出刀的时候我是没看见的，我一直在左右摇摆，摇到右边的时候才看到，然后猪猪边上有个腿，然后就报警了。但是在报警前夕的时候，是先是从那个实验室上边的那个过道往回走，然后当时我还很害怕，我怕他是狼刀我，呦呦呦呦呦呦呦一下，然后他没刀我，都走我面前了，我还活着。那假定猪猪公主铁好，然后西恩没动刀也铁好的话，那太爷的这一刀有可能会出在刚才抱团出去的那一波人里头。我听一下那个出去外之位的那几个人是怎么说的啊？有没有目击证人过？我已经做了一个广播任务，出去大家可以看一手，我不知道有没有进度条啊，但是广播任务我做完了。我在做广播任务之前碰到了两个人，一王拉奇，王拉奇小报了一下身份，但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然后我碰到了七仔的，七仔的是从那个食堂往上面走啊，但是他走，如果他是狼的话，他应该回来开我的刀。如果你们说秀才刀了一个十八队还是太医，这个我不太清楚。然后猪猪把他给刀了。你们如果都看见秀才出刀了，那秀才就不是幼针。那如果秀才不是幼针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幼针来跳出来？但是也不排除太医跟十八队里边有幼针，但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啊。如果后边有人跳幼针，那么秀才就是那个假幼针，对吧？这轮我只能保七仔的跟王拉居，他俩应该是不出刀啊，过。
王拉居确实有看到猴哥往保安室那边去做任务了，没停留，然后我去到饭堂遇到了布布，然后我当众我说我是鹅我是鹅，布布说要给我报身份，他就领着我往上走，然后王也跟着我，那我们报警的时候三个人是在一起的，也没有任何事发生，我能保的就他们三个不开太医这一刀，不对，他们两个啊，不是三个，就我们三个不开太医这一刀。那太医，我刚刚有思考过，如果是有可能太医做了那个广播任务，猴哥把他杀了，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确实从那边走的时候没看到太医，那我觉得猴哥我能认得下。外置位的话，七仔仔好像没什么人聊到过他。大强是在饭堂吗？名不清，我清查一手七仔仔跟大强。王爷这边发言啊，那个我出生是跟大强还有秀才一起出生的，好吧，然后猪猪这一刀肯定是好刀啊，我可以认他。为什么？因为刚刚前面猪猪其实说了也就很明白了。那在我这边的话，耗子也是认了猪猪这一把刀，那耗子也认为好，对吧？那大强那个我和拉奇还有布布是在娱乐室上方那个过道那边是一起的，我们三个人是一起的。那在我这边的外置位能有谁？那就是行星没人提到过，有人提到过吗？至少我没有听到有人提到过，七仔仔也没人提到过，对是不对？那在我这边的话，归票位的话，可以交给布布来归，叫来归，因为我这边想投七仔仔的，好吧？但是我不排除拉奇跟布布中间出一鹈鹕啊，不排除，好吧？反正鹈鹕跟狼不共边嘛，我这边过。西恩发言，王听发言，要被冲的，啊。我朱大强说了，我在饭堂，我下去看。猪猪，你为什么只提到了一个鸡？饭堂那个下面躺了两个鸡腿啊！你叔叔也不说。好，那么暂且认你出这一刀，反正我是个铁好，可以出七仔，因为七仔在猴哥说他能保，那外置位都能保，那你们不知道过。好卡。嗯，怎么又打我头上了？我仙姐，我们俩是一起走的。到那个饭堂，你喊了我一声，你说七仔仔，我有点害怕你，我直接往回走了。然后往回走的一瞬间就报警了，对不对？我怎么能开出外置位了呢？那猴哥都认我，你王垃圾凭什么不认我？挂。王爷有问题啊，他刚刚跟我们说他肉汁，他现在一点都不聊的。王爷啊，这也能被冲出去啊？对啊，那你完全不聊的。你怎么就没有聊？你是肉汁，秀才哥就是坏的，你都不认猪猪啊？没有，我认他呀，我认猪猪。那可能他戴眼镜猴完了。咋、啊？哎呀！王爷，哎呀！哎呀！他肉质也不错，就咱们一个人踢。可以，结束的很快，我很开心。可以。哎，我没想到十八 Z 的，十八 Z 自己过来了，真的讨厌了。讨厌。肉质带把刀怎么了嘛？肉质带把刀怎么了嘛？我没说我是肉汁，那王爷在我旁边一直喊他是肉汁，我说哦，我说王爷是肉汁，王爷是肉汁，怎么我一死到我这我成肉汁了，我裂开了。你为什么喊着我是肉汁？不听发言是要被冲的呀，猪猪。Go go go！ 玩个呆呆鸟也被手刀啊，我就尿个尿啊，行。哎呦！哎呦！前面的人能不能别选？能不能给点给两把刀？能不能给两把刀？能不能给点？专业杀手，专业杀手说是秃鹫，这绝对太医。秃鹫肯定太医啊！我鹈鹕手下，我十二人，我他妈老屁股后面隐形者，我每次玩的都是废物。连环杀手，留一把刀，给留一把，就留一把。警长还没出来呢，警长还没出来，出来了。Oh no！ 警长出了，有警长了，还有复仇，还有复仇。Oh no！ 再出个复仇。怎么还有选择？行，后边补位。哎呀，耗子是鹅。哎呀，完了呀，剩废物了呀，废物了，都剩废物了。隐形专杀，都剩废物了，最后几个，剩废物了。隐形专杀，连环杀手加鹈鹕，这把不好打呀。我是鹅。好，鹅，来，第一个谁是好人，另一个就是坏坏。你是啥？
等会儿，这朱大强搁哪儿？前卫，我是鹅，我是鹅，我是鹅。好好好，鹅，我是鹅，我是鹅。耗子，你跟我在一起，耗子。谁进去了？谁进去了？哇，有人爆开了！啊？哼，哈，王爷这边发言啊。首先一个我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秀才他是被隐形狼刀的，好吧？当时在娱乐室这边，我是有听到七仔仔的声音的，所以七仔仔应该是在娱乐室里边的。然后步步步是往那个判案桌的，就是左下方走过去的，然后他是被刀掉了，但左边那个视角我是看不到的。嗯，你们这边盘呀，谁没有在娱乐室？好吧，这隐形狼肯定是要抓出来的。我这边过。西恩发言，我跟七仔仔复活进到了饭堂，然后呢？叔叔和猴哥在那跑，我害怕，往右边走了。太医往右边走了，然后我出门就想看太医，然后最后一刻，太医和我肯定真狼，好吧。然后不进来饭堂的有，我们看看还有谁？太医是在饭堂的，过。OK， 七仔路程不用说了，跟仙姐说一样。我来到了饭堂以后，遇到了谁？遇到了耗子、孙悟空。我站在左上角，太医站在哪？太医站在前位啊，那个 C 位，他站在哪？然后呢，孙悟空喊了一句：“耗子，你跟我站一起。”然后耗子倒牌了。然后下面开的刀我也没有太注意，因为我是站在左上角，我是看不了的。然后步步来一句：“爆开了，爆开了，爆开了。”然后步步也死了。事情经过就这样，好吧。我想听猴哥怎么聊过，因为我看不到。OK， 如果拍隐形狼的话，绝对排不到我跟恩姐，好吧？我们两个都在这个娱乐室这个右边这个下面，好吧？是绝对排不到我们的，过了。OK， 猪猪公主发言，步步应该是狼走的，因为我能通过我的身份知道一些信息。就步步步，他假干妈嘎的盗了个人，并且有滑铲，然后他说：“哇，有人爆开了。”然后被人刀了，只能说那个刀人的人很帅，但是我没看清，我只知道步步步是狼走的，过。OK， 这边十八岁发言啊，从前面的发言来说是倒了四张牌，对吧？然后王爷只拍了一下，说秀才哥是隐身狼刀是爆开的，对吧？那西恩和七仔仔你们都在饭堂的牌，那都没看清楚耗子怎么死，西恩姐都没聊耗子是怎么死的，对吧？我感觉饭堂的人挺大问题。然后太医的那个铃铛刚响了一下，你们听到了吗？反正我是听到了啊。那太医为秃鹫的话，西恩这么保太医，七仔仔也说。我感觉这三个里面都是坏坏啊，前置位的三个发言除了报警位三个人发言我感觉都是酱坏坏啊，过。我咋觉得就是除了新王爷七仔太爷我听着发言都不咋好呢，咱这把没有刺客，我关鸟儿那个直接保安室，什么保安室，那个医疗室是看到了有一个大帅杯开了一刀，本身我以为他是狼，但是听猪猪公主这么着一说，我觉得她应该是个铁好人，我过。那就是猪猪猪，嗯，哦，我明白了。那在我这儿，那猪猪跟猪大强他俩肯定好人，对吧？王野是一张什么牌？我看见王野钻井盖了，他钻井盖出来的，然后他就拍的顶，那说明什么？那什么王野也是好人。步步是我刀的，那步步在那儿，哎呀，有人爆开了，过来，啪。给耗子刀了，刀完以后我把他给刀了。然后如果你们要盘隐身狼，那西恩七仔的你俩在娱乐室，对吧？猪猪朱大强我又能认好，太医他又是秃鹫，王爷他又是报警人，那隐身狼在谁那里啊？在王拉居与十八这里边，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王拉居跟十八这他俩呀都不像什么好人。不过王拉居发言我还没听见，我觉得这轮可以先投十八队，过。我怎么听得那么懵啊？倒了四个牌，然后大概意思是说步步刀了耗子，然后步步被杀了。那秀才哥跟苏苏，我听来听去，我感觉没，是我听漏了吗？他们也在饭堂倒的，还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在外面，我是没有遇到他们这两个的。我在外面走的时候只遇到了大强，然后跟他说的差不多，他往保安室去了，我就反方向去了，然后走到了这个娱乐室上面就报的警，信息就这么多，没有其他补充。大强，所以在我这大强确实单走，那他能报信息能暂时认他一个好。
不明白，但是我现在是最后一位了。五哥动的刀，但猪猪不是。行，给我搞懵了。那出谁？反正我知道自己底牌情况下，把墙关掉。那我会选择出十八。不，我不能点了，我得点王拉狙了。这王拉狙定狼啊！拉奇，你在装？王拉狙在那装装傻充愣啊！就硬装。哎呀，我也投的拉奇，没出去，没事没事没事，我投的拉奇，我投拉奇，没事。在那里，在那里装傻开始。我盘不明白。干啥呀？不不不，他一定是狼走的，因为他不报警。别拍景了，这不得去观战一走。我来了。来我去修灯了。让他抄我身份。好好好。我要修的灯。要是站这儿死了，我就。死了。好。他是那个十八队被刀吃了。有刀没？没了，快！我去，我报的警。OK。太医，你这个狗叫声太吵了，真的是吵到我的辣到我的耳朵了。只能说，王拉奇好像在那个牢里把十八 Z 刀了，然后给太医吃了。太医在那嗷嗷叫，完了出来又刀了个谁，又被太医吃了。然后猴哥给拉奇刀了，我就报的警过。那太医秃鹫。猪猪是星界，然后王野钻井盖，那就剩西音了，没别人了。王野总不能第一轮报警完事他自己钻井盖出来拍景吗？肯定不能啊，对吧？王野肯定做不成深水狼，那就只剩西音了，没别人了。他一在这嗷嗷叫，那就差舔两口了。那就出吸烟吧，过。王爷这边发言，确实啊，他第一轮的时候太医是摇了铃铛了嘛，虽然你摇了很小声，对吧？太医既然作为铁秃鹫的话，然后猴哥肯定是认为猪猪是星界的话，那剩下只有星了呀，我工程师呀，对不对？刚刚前面关灯的时候，我还特地到牢房那边听了一听的，好像是谁把那个垃圾给放出来了，深水提壶，好像是吧？投星啊，我这边过。西恩发言，我是那个网红啊。网红信息没有吧？灯是我修的吧，猪猪？没有。第一轮我虽然说跟太医，我是想去找太医在哪儿的。那他开局并没有摇念，我怎么他知道他是那个？如果你再打我，但是如果太医真是那个秃鹫的话，可以先出太医啊，进去再盘呗，咱还有四个人呢，对不对？那没有坑了。我受不了，我操！我都受不了了，我操他！受不了！我操你妈！我主人没了啊！我把他杀了，别怕。你跟我走，猴哥，你我跟你走。猴哥跟小太医大太医说哥，小太医大太医，小太医。五级。走吧，走吧。分开修，分开修。修完，分开修。你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我在这等着。你们去那边。好好好好好。不对，走。嗯。猴哥，我在里面修。哎，你修吧。走！哎，没有啊，哪有尸体啊？你叫啥呀？哎，砖伤。啊，提壶。哎，等会儿
快修，快修，快修！快修，修完赶紧拍零。我拉您呢，哎呀妈呀，他一吐就屎了。好好好，过过过，好好好，过过过，过过过。哎，是他真晦气，我还不如上把被投出。他搁我那个肚子里面学狗叫说话呀，我真受不了，真的好烦死了。他一的狗叫吵到我的眼睛了。不，我跟你们说，刚前面真忍不住，我真要投他，我这忍不住啊。红温，想吃猴哥的吃错了。猴哥，你刚刚还有刀吗？你现在还有刀对吧？没有啊，我复仇者呀。啊，你没得打。不是，我有个最大的疑问，网红呢？不是有网红吗？对啊，没有网红，最近是有网红，但没有网红的信息啊。嗯，那是为什么？一点都没有。我聋了、啊。难道是专业杀手？不对啊，应该也有啊。可能报警前一刻给杀了。不，一点反应都没有。哎，不对，被吃了，那就是被吃了。吃也有、啊、对，被吃了，网红第一轮就被题目吃了，吃了没有？吃了吧，被吃了，网红被吃了，吃了没有？哦，吃了没有？吃了可能太快了、吃了可会不会在那个拉就是报警的时候出一下？不会，好像不会的，我记得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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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我跟你讲，鹈鹕客网红，专业杀手客加拿大。OK。OK， 很久没弄过网红这东西了。我们没有网红这个人，能不能让我前面一点选啊？就是我也想前面一点，给个前面的。哎呀，啊还行、哎，还行吧、哎，这个数字我还能接受。一，哎呦我靠，太一，这绝对是太一，我靠，搁这摁脏我啊，我也搁这脏我。搁这脏，绝对是胖子，胖子，恩姐啊，他们两个里面绝对是这个秃鹫，搁这摁脏。没有，就是伯分之伯是太医，我跟你讲，伯分之伯。太医有本事，待会儿你也别叫啊。就是，别叫啊。我靠，还有跟秃鹫抢吃的，说是。诽谤啊，诽谤啊，你们都看到吧，他们诽谤啊，诽谤。哦，还有把刀吧？哦，对了，那个我很裂开，我前五，我没刀，我真裂开，我肉汁儿，哎呀，我肉汁儿，哇！哇，嘎嘎，肉汁儿也行啊。科技秃鹫。何几秃鹫，太医怎么说？这故事有录像。谁秃鹫？太医，谁秃鹫？我做大做监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哎哎呦，你是什么身份啊？我什么身份？兄弟们，我刀的秀才外面死了四个人，说明什么？说明警长双倒，外加狼人开刀，然后我开刀了。我为什么嘎秀才？你们应该明白吧？我没有后边信息，你们自己说过。我没有什么信息。啊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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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啊？拉奇你。你选的秃鹫吗？我这边看到猪猪当时也在娱乐室，然后拉奇是在拍案桌的左边，猪猪在拍案桌的左边的上面。谢谢北向路一我。拉奇是在一块儿的，然后的话，我这边的话，
我还有看到过步步步也在娱乐室。我这边能看到的那个人信息也就是只有这点，当然在娱乐室左边，我那个视角是没有的，好吧，我听看后面怎么说吧。尤其你步步你这边讲一下，还有猪猪你当时是在那边是不是拉奇就是那个秃鹫嘛，对吧？他有没有吃肉？我这边过。饭堂的情况我肯定不知道，但猴哥这一刀我是不太能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时间我这个身份我直接就跟着秀才哥，秀才哥搁站在那个上面啊，右边的那个武器房没有动，然后我上去呢就看到秀才哥在那，然后猴哥那句哇是什么身份，然后秀才哥鸡腿咔摆那儿了，好吧，然后想冲上去报警的，然后猴哥抢先一步报的那个警，好吧，然后我没太懂他这一刀为什么开，好吧，过。那如果拉奇是秃鹫的话，那猪猪就有可能是狼。左边王爷他说大强是秃鹫，给大强刀了。然后我在看那边，然后突然往左一看，我操，地上两三个鸡腿的样子。我没有看到说拉奇有没有吃，然后他们两个都在那里呵呵呵呵笑。我有刀，我想过去刀一个，刀声音都出来了，拍见了两个都没死，好奇怪，过。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估计有警长以为太医是秃鹫，完了之后刀叉就是两个一起爆开了，然后我在那狂拍空格你知道吗，然后我听到我出刀的声音就噗一声，但是我没有看到尸体，难道说那就是根据刚才拉奇的发言，难道说那个尸体在0.01秒内就被你吃了，为什么我只听到了出道的声音，然后不是我们好一群了没有看到尸体啊，好奇怪，过了过了，我眼睛红了刚才，过。我这里想的是拉奇秃鹫，猪猪是鸟鸭，王爷也是那个狼，王爷动了猪大强，猪大强的腿没有落地，当时我看的我是以为猪猪是那个秃鹫，那个腿好快啊，没有好人没落地直接没了，那如果说拉奇是秃鹫，猪猪就只能是石鸟鸭，王爷也得是个狼，那么18岁归票，王爷猪猪都能出，过。我不想出王爷啊，网红饿死了，我是最后一个说的吧，网红饿死了，你们都没聊，叔叔步步七仔仔王爷，先说七仔仔，猴哥点票应该是点了七仔仔吧，发言时候点了是吧，猴哥都说了他有个信息那对吧，那猴哥铁好呀，啊对是不对，那猪猪这个被变音了，而且他挑了复仇，叔叔你还踩猪猪和王爷双狼，那你叔叔是个什么什么，先说七仔仔好了，别分票啊，过。这四个没一个好东西，加这个，那我们剩三个好人，游戏结束。那你要这样打的话，完了，没啥狼呀，我鸽子啊，我们没好人了。哎呦，我空耳了，我空耳了。什么是空耳了？嗯，空耳巨快，你应该是对的。真的是你吃的？有提壶吗？没有提壶，我要拍零了。好，猴哥，我是复仇。哎、你不可能是复仇，网红哥你都不说，你都不说。爹嘛，我真的是复仇。你复不了一点。我要把娃娃起刀了。我真的是复仇，猴哥。你复不了一点。我上一轮我说了，我说我为什么刀这个秀才，你们应该能懂吧？那王拉奇我就不说了。他是这个秃鹫，他旺旺那都可以。王爷步步步七仔的猪猪，对吧？没有七王爷，我不记得他说没说。但是七仔的步步猪猪，他们没有一个说的。现在苏苏他在我这儿，他认了一首歌曲。那么他认一首歌曲，上一轮七仔的身，假如说场面上刚才是三郎，七仔的步步猪猪他们是三郎，然后苏苏跟拉奇他俩是双中立，那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我觉得啊，狼人应该是被我刀死了，但至于为什么不说网红呢，我也不太清楚。这一轮18Z可以归个票，我觉得可以从步步猪猪里边归过。啊，拉奇发言，上一把刀完的那个太医嘛，好像是猪嘴一下就被我吃了，我自己都没看到那个腿，我就进 CD 了，快吧，一直拍着空格。那这一把我会选择，跟18对着干，过。
反正我感觉跟我应该也没什么关系，我反正就弃票啊，我不管，我不管啊，我过。嗯，怎么回事？我就对话中立，弃票。这咋这么多坏人呢？十一个咱们都没过。全票打飞，不不不，全票打飞，不不不。首先我跟你说，因为那苏苏是鸽子，但是那边一直在贴我们。然后你出一个狼比较好贴，对不对？你看拉铃都用过，王也是狼，是不是？你是狼，所以说咱们先把不不不投出去，可以吧？然后出去之后给你慢慢贴，全票打飞，不不不，过了。我咋上一轮我弃票了？王爷不不不不是双狼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狼了，对吧？如果现在咱是输队的，那我肯定继续弃票啊！哇，你在想啥呀？你是鸽子，他突厥还有中立吗？那王爷那发言不是暴狼发言吗？那不不不这里喊着弃票，那不也是双狼明显了吗？对不对？是不是？就算七彩那波是被冲错了的话，那七彩的那个秀才哥可能是狼走的吧，对不对？但七彩在他保了手秀才哥，先头步步啊，七彩不是保了手秀才哥吗？对不对？那何必呢？他说他空耳了，空耳我票他也没问题吧？我报了那个网红信息，然后他被硬推也没毛病的呀，好过。嗯，这你不借没刀了。鸽子投的你，苏苏投的你，冤有头债有主，两个中立都出来了，王爷那什么发言，暴狼式发言呀。嗯嗯，狼走的，我给你，我给你当代接一下，没排零是你啊。哦，你复仇，我到不了你、啊、你贴嘛，贴吧，贴吧，还剩一个，贴吧贴吧、嗯、啊就是贴吧贴吧。王爷再不刀，我跟你说，他就贴完了。王爷再不刀，他就贴完了。贴完了，贴完了，贴完了，王爷。我求求这么快，还这么快？等一下，听我给这两个中立超度一下，怎么一堆人之中刀一个报警，刀到了唯一的好人。苏苏，哎不对，哦不对，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那好像投王爷嘛，但是拉奇估计会弃票。算了算了，你们进去搏斗吧。过了过了。相信，你先。反正我是帮猪猪投王爷。鸽子没鸽权。哦是这样的，你帮我啊，有鸽。我帮猪猪点王爷，现在就看你们俩的。情那个感情有多深了，拉起挂，先这样说再说挂。情与义直进攻，王爷，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喂你吃肉啊，拉起，我赢不赢不重要，最主要是你能够吃饱饱，好吗？我这边弃票了，你可以点餐，好吧？四十岁的人不要那么油腻，好不好？看一下，还是感情不够深。哎，叔叔，我帮你去做那个开灯，你放心吧。OK， 点餐，拉姐。猪肉是吧？可以。打的巅峰，我不修，我不用修。先开个灯，我开，我就摁空格就 O 的 K。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刚我也开，我就不让拉提斯。哎，刀秃鹫，刀秃鹫了。妞、嗯、啊，猪猪，猪啊，猪刀了一个中间。这个复仇者，我第一个刀的是谁啊？我第一轮的时候刀的是谁、啊？刀秃，他把。王爷把秃鹫刀了，我都说他会刀到秃鹫是吧？厉害，我们三个。刀了应该不是秃鹫吧？我刀了好像是。你是拉奇，不是拉奇。你刀就是秃鹫，你把拉奇刀了。其实猪猪可以等一手绕一下，然后给王爷一刀。秀才反应怎么好像有延迟呢？没事儿，换个衣服，我换小蜜蜂。对，
我穿小蜜蜂，再离谱也没有太一刀整蜜蜂，整蜜蜂你说是吧？我的小蜜蜂、啊、反应不够强烈，下回秀在这儿可以跟我反应强烈一点。你啊，就这样式哇，我没开麦，哎，我空耳了，怪我。我跟着秀才哥，我寻思他去外面是干嘛呢？搁那站着，我寻思他偷窥呢。涛哥，我不是给你反应了吗？你妹！